手持着这屋顶想要跳下，爬梁过无数次落地，只是要潇洒。撞击地板的瞬间破碎，脑花飞回跳下的楼梯。这手遇过后，还是不要找他的清洁工的扫把，继续活着背着现实操吧。因为睡在下水道，能逃出牢笼，除了沾满一身腥臭，自认为自由的那一秒钟，才发现这里的围墙更加高耸，这样还能保持笑容吗？绑上线不知操纵他，那二零一没操纵你我，每天往前奋力搏，手上发烫的关节可能会断的利落，不分离我，在触摸的天空之前，因为那是无限的自由，在灯火阑珊处充满视线，那只有阴间的栏杆和满地尸首，握紧拳头，牵紧手上的指尖，渴望自由的人在嘶吼，却在钢铁做的天地之间滞留，你说是否救赎只在死后，在这之前我们都是死囚呢？